DSE 2013 ICT P1 的 MC21 题，这题呢有多过一半学生答案。这题就问 Operating System OS 为什么 64bit 是好过 32bit， 举例 64bit 的 Windows 就好过 32bit 的 Windows， 原因何在。我们首先了解何为 32bit 或者 64bit Windows。 其实这个不只是 Operating System， 64bit 32bit 也都可以针对在硬件都可以，其实 Hardware 都有。咁基本上嘅 definition 咧就係話32bit 又好啊，64bit 度咧，其實講緊嗰個 memory address 嘅 capacity 或者空間 memory address space。換句嚟講咧，32bit window 咧，即係話嗰個 windows 咧係可以用到32bit 嘅 memory address， 又或者每一個 memory 嘅 address 嘅長度咧係有32.01嘅 32bit。咁如果你64bit window 咧，每一個 memory 嘅 address 咧係有64bit 咁長。咁啊，64bit 嘅 memory address 雖然睇落去咧就比32bit 嘅 memory address 咧係個長度係 double 咗，但係咧佢能夠 address 到咧個 memory 嘅 space 咧係唔止係 double 嘅。點解咧？因為咧我哋條公式啊嘛，如果我哋32bit address 咧，我哋能夠 address 到個 memory storage location 咧就有2嘅32次方咁多個 storage location。咁如果係64bit 嘅 window 咧，佢能夠 address 到咧2 × 64次方。咁多嘅 memory storage location， 咁咧咁撳計算機咧，上面一個咧就係4 GB， 下面一個咧就係16 EB。咁呢個 number 呢個容量咧係上面嗰個嘅40億倍咁多。咁簡單嚟講咧，就係話64bit 嘅 window 咧能夠用多啲 RAM， 或者個電腦能夠安裝多啲 RAM， 而32bit 嘅 window 咧佢能夠用啲 RAM 咧少啲。你裝好多都冇用嘅，佢用唔到嘅其實。咁當然啦，多啲 RAM 嘅好處咧，就係話你啲 data 咧可以多啲擺一啲 RAM 入邊，因為 RAM 係快噶嘛。咁咧就唔使咁依賴嗰個 hard disk 啊，即係啲 data 可以唔使擺喺個慢啲嘅 hard disk 嗰度。咁你個整體個電腦嘅運作咧，就能夠速度能夠提升，個效能能夠提高。咁咧個電腦個 CPU 咧，佢做嘢就能夠快啲啦，因為啲常用嘅 data 可以擺 RAM 度，擺快啲嘅 RAM 度，而慢啲嘅 hard disk 咧，佢唔使咁依賴。因為電腦的 CPU 始終的速度是最高的 very fast 的，所以如果你調轉來說，如果你 RAM 不夠，即是能夠裝的 RAM 很少，就要成日將 data 放下去慢的 hard disk， 所以你的電腦整體運作速度就會減慢，或者說 CPU 比 hard disk 拖慢它的做事的速度。所以有了這樣的理解之後，我們就很容易判斷 ABCD 哪一個能夠解釋到為什麼用 64bit好過 32bit 嘅 OS。 A CPU 有高啲嘅 processing power， 咁呢個明顯就冇相干啦，即係冇關係嘅意見。 B 64bit address more memory location， 咁呢個絕對係 definition 添嘅其實。C 少啲 program 嘅 error， 咁呢個都係冇關係啦，因為咧個 program 多唔多 error 咧，視乎個 program 啊寫 program 嘅時候咧，即係小唔小心啦，或者咧有冇做夠咧足夠嘅測試。D 嗰啲 RAM 咧有高啲嘅 data transfer rate， 嗱呢個咧有啲似是而非。咁我哋用64bit 嘅 window 咧係會好過32bit， 因為咧最撚尾個整體個電腦嘅速度咧係運作係有效率咗，快咗。但係個原因 why 咧並不是因為啲 RAM 咧個速度提升咗嘅，只不過咧係我哋可以用多啲 RAM， 唔係啲 RAM 咧個質素提高，我哋可以用 more RAM， 嗱個 amount 係增加咗，個 storage 係多咗。所以呢個都雖然好似係一個事實，但係並不是一個原因嚟嘅。咁所以咧都係唔啱。最後答案咧 ，B for boy。